本期节目中，丑丑来到了腾冲市北海湿地，要完成一个找植物的任务。他都要找哪些植物呢？找的过程顺利吗？最后他完成任务了吗？和新认识的朋友们又玩了哪些游戏？开心不开心呢？除此之外，还有精彩的课外小组的故事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哟！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犀利，犀利哗啦的犀利。大家好，我是哗啦，犀利哗啦的哗啦。哎呀，春天来了，天气暖和多了，心情就是好啊。犀利，是不是春天来了就该组织春游了？要是去春游呀，你可早点通知我。为什么要早点通知你呢？因为有好多东西要准备，要带的呀。你要带什么呀？那可太多了，我要带肉包子啊，香蕉啊，苹果、薯片、牛奶，还有香肠，都是吃的呀。哦，对了，还得提前买个大书包，得把这些好吃的呀全部都装进去。行了，你别美了，春游嘛倒确实有，但是不是我们俩去啊。那是谁去呀？丑丑啊，丑丑都已经出发了。啊，出发了？丑丑去哪儿春游了？丑丑去湿地了。啊，去湿地？湿地是什么呀？哎呦，哗啦，你别一惊一乍的好吗？你先别告诉我，我先猜一猜。湿地就是那个地方呀，肯定天天下雨，地都湿了。不对。那就是用拖把拖地的时候水太多了，都擦不干净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瞎猜了。还是让小明白告诉你吧。小明白最明白，什么问题都明白。你要有什么不明白，来问小明白，马上全明白。湿地是位于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地带，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。在湿地里有好多的珍贵野生动物和植物，特别是很多珍稀的水禽动物，它们的繁殖和迁徙都离不开湿地，因此湿地也被称为是鸟类的家园。湿地还有强大的生态净化作用，所以还被称为地球之肾。鸟儿是我们的朋友，请不要掏鸟蛋。哦，这下我知道什么是湿地了。那丑丑去哪里的湿地了呢？丑丑去了云南腾冲的北海湿地。终于来到了北海湿地，看给丑丑高兴的，东看看，西瞧瞧，丑丑快走吧，前面呀还有好多好玩的呢。北海湿地在云南省腾冲市北海乡，
是一个由火山喷发形成的湿地，这里最有特点的就是半泥炭浮炭型沼泽草甸，就是说这些草排像厚厚的毯子一样浮在水面上。这些浮毯下面还有很深很深的清水，这里有好多种很珍贵的植物，还有好多种类的鸟来找食物和睡觉休息。现在是春天，远远看去好像那些草啊花儿啊还在过冬天，可是走近一看呢，就能发现原来新的小草已经长出来了。星星点点的绿色小草告诉大家，春天已经来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瞅着去春游都不带上我，真是不高兴了呢。你别不高兴啊，那丑丑也不光是去玩的，他还有好多任务要完成呢。任务？哎，他有什么任务呀？你去看一看就知道啦。丑丑手里拿的就是今天的任务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丑丑的任务就是去找一找图片上面的这些植物，有鸢尾，有喜草，后面还有呢。哎呦，风可太大了，丑丑小心点。看看后面还有睡菜和鳞片沼泽蕨，看着可有难度。嚯，看样子丑丑是信心十足啊，那我们就一起跟着丑丑去找一找吧，走喽。今天丑丑的这个任务好像有点难。是呀，那些植物呀看起来都有点像呢。我们要对丑丑有信心，他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。哇，北海湿地可真大，丑丑要找的东西在哪儿呢？哎，丑丑好像发现了什么。哎呦，你可小心点，别掉下去了。快拿出图片看看，你发现了什么？这个植物是什么？好像是睡菜，有好多白白的小花朵，还有三片椭圆形的叶子。没错，就是睡菜，这儿有好多的睡菜呢，长得真好看。丑丑真棒，这么快就找到了一样植物。看吧看吧，我就说丑丑没问题，这么快就找到了一样。可是我觉得睡菜很好找呀，因为有白色小花朵，其他的可就不好找了，都是绿色的有叶子的。那也是有区别的，也是不一样的呀。哎呀，我们赶紧去看看丑丑接下来找到什么了吧。丑丑又开始寻找图片上的植物了。接下来他要找的这个植物叫鸢尾，丑丑你能找到吗？这么有信心啊？那你说这个鸢尾到底是哪个呢？啊，这些都是吗？鸢尾确实就在这些植物中间，到底是哪个呢？看来丑丑也不知道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呀现在慢慢找。我们来看看，啊，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别动，丑丑，好像就是这个。
叶子长长的，越长越尖。你现在指的这个就是鸢尾，太好了，又找到一样。走吧，臭臭，我们继续寻找其他的植物。下面该找什么了呢？嚯，这好大的一片喜草，它的叶子更细更尖，已经找到三个了，就快完成任务了。今天臭臭表现得太好了，照这个速度他马上就能够完成任务了。哎，我是不是赶紧弄几个肉包子来给丑丑庆祝一下呀？你以为丑丑跟你一样就爱吃肉包子呀？刚才丑丑找到了一个叫鸢尾的植物，这个鸢是哪个鸢呀？鸳鸯的鸳吗？不是，鸳鸯的鸳是这样写的，鸢尾的鸢是这样写的。我发现这两个鸢字底下都是个鸟字，那是不是都是一种鸟类的名字呢？哎，别说欢辣，你提的这个问题相当有深度啊。那但是这个问题我可回答不上来，要说到跟动物有关的问题，必须问问林伯伯呀。林伯伯，欢乐，不错呀，懂得发现问题了。其实有一种鸟类叫鸢，属于鹰科的一种小型猛禽，体重比较轻，翅膀生得长而窄，尾巴分叉很深，两只脚比较适合抓小型动物。当它飞起来的时候呀，姿势特别漂亮。还是林伯伯知道的多，真厉害。弄明白了这个鸢，下面我们得去看看丑丑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。我觉得最后一个好像有点难，不知道臭臭去哪里找。好了，臭臭，接下来我们去找最后一样植物吧。可是这个鳞片沼泽蕨在哪儿呢？这个好像有点难，臭臭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臭臭，臭臭，你是不是找不着了？哎，别急别急，你可以去那边看看，哎，这里边好大的，那边有一艘船，你可以划船去找啊，快去吧快去吧。丑丑找到了一艘船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就是救生衣，穿上救生衣才安全，要把扣子系好。好了，现在安全了。丑丑坐着船去继续完成任务了。哇，坐这个船感觉可真舒服，微风轻轻吹着脸，还有哗啦哗啦的流水声，还有划船哥哥唱的好听的山歌。丑丑趴在船头玩得特别开心。要可累要可累，船的两边就是厚厚的草牌，从草牌的侧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草牌都浮在水面上。这个水到底有多深呢？我们让丑丑试试。丑丑把一根跟自己差不多高的棍子放在水里，哇，可碰不到。丑丑，这水可深着呢，你得注意点儿。丑丑，你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了？快拿出你的图片，看看是不是这个。
就是这个鳞片沼泽蕨。仔细观察观察，小小的叶片，形状像个小松树似的。哈哈，太好了，就是它。瞅瞅，我们找到几个植物了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全找到了，太棒了。完成任务的丑丑很开心。哎，丑丑，你看着划船的哥哥想什么呢？哦，你也想要划几下啊？丑丑，这个船可不好划，你可小心了。看吧，我就说很难吧。丑丑太棒了，任务完成了。那丑丑就该回来了吧。别着急啊，听说丑丑还认识了几个新朋友，正带着朋友们一起去玩呢。啊，谁呀？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丑丑坐着车带着新认识的朋友们去做游戏了。他们来到了水边，首先呢，每人都要穿上救生衣。丑丑，你赶紧把救生衣发给朋友们吧，看看谁穿得最快。还有小朋友帮丑丑穿救生衣呢，小朋友可真好。好像丑丑后面还有一个袋子没系好，谁来帮丑丑呢？哈，谢谢你，这一下穿好了。接下来就该穿鞋了。丑丑，快来检查看看，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穿好了？没穿好的小朋友，丑丑来帮他一下。好了，大家都穿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哎呀，看得我好着急呀。丑丑又认识新朋友，又带着新朋友们去玩游戏。他们去玩什么了？我也想去。说实话，花拉，这个游戏还真就不太适合你。谁说的？什么游戏都适合我，花拉？那我告诉你啊，接下来他们要进行的游戏就是赛跑。赛跑？赛跑怎么了？我哗啦跑起来可厉害着呢。你可别吹牛了，我还记得有一天你说要跟我赛跑，结果啊，没跑几步就跑不动了。那个，有这事儿吗？我都不记得了呢。当然呢，就是那天我们在那个好了好了好了，心里，咱们以前的事就别提了啊，别提了，咱们赶紧去看看丑丑他们比的怎么样了吧。跑步比赛马上开始，小旗子就是终点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丑丑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小朋友都跑出去了，你快追吧。小朋友们很快就跑到了终点，只有丑丑还在起点没怎么动地方。小朋友们快给丑丑加加油。加油丑丑，加油丑丑，加油丑丑。丑丑，不要怕，这些厚厚的草牌都是浮在水面上的，虽然踩起来软软的，还有水漫过脚面，但是绝对不会陷进去太多的。丑丑，快，马上就到终点了。在小朋友们的帮助下，丑丑终于到了终点。你们几个都是棒棒的。
好羡慕呀，可以在草牌上跑步，肯定呀，特别好玩。这个草牌不光可以跑步，还可以当船划呢。真的吗？你看，小朋友们就在划草牌呢。看到两个小朋友划得那么开心，丑丑和其他小伙伴也上去一起玩了。小朋友们还告诉丑丑，岸边有一个小篓子，里面有好多好玩的。丑丑，我们和小朋友一起去找篓子吧。这些篓子是什么时候放的呀？是我们昨天放的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。那你们一起把它拿起来吧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有泥鳅，有泡头鱼，还有鱼虾。我们把篓子里的东西倒出来看看都有什么吧。有泥鳅，还有鱼虾。孩子们把篓子放到了水里，到了明天，篓子里又会有新的收获了。生活在湿地的小朋友们好幸福啊，有这么多好玩的。是啊，真羡慕他们呀。心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呀？我要去吃个肉包子，然后思考毛球的一生。我思考的问题呢，就是什么是幸福？得，你先别思考什么毛球的一生，咱们节目还没结束呢，还得讲故事呢。对了，还有课外小组的故事要讲给小朋友们呢。我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。哇，我想变成他。哪里有危险，哪里就有我，超人来啦！总之，我要拯救地球。拯救地球？好的。哇，咪咪，绿野行踪提醒你，保护地球从不乱扔垃圾做起。
爱兴趣小组。接说成语。好东西，我就不还，快还我！我的东西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还我呀！坏了，你忘了，我妈妈马上快回来了。把东西还给我，给你。家里这么乱，该怎么办呀？对呀，该怎么办呀？哎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快收拾。你妈妈回来之前一定能收拾干净的。对的对呀。那我干什么呀？那我干什么呀？那我干什么呀？对呀，我干什么呀？哎，要不这样，每个人说一个关于动物的成语，然后接龙，谁接不上就必须选一样家务做。好，从我开始。鸟语花香，千军万马，对牛弹琴，鲈鱼得水。我不会。那你要选一样家务去做。我要叠衣服。哦，那从我开始吧。井底之蛙，龙马精神。我不会。哦，那你现在也要选一样家务去做了。让我去拖地。哦，狗皮跳墙，车水马龙，鸡飞狗跳，画蛇添足，万象更新。你们学的太多了，我不会，我输了，我去叠报纸吧。好了。盲人摸象，狼吞虎咽，亡羊补牢，鼠入牛窝。哎呀，你太厉害了，我还是去收拾桌子吧。谁说的呀？碗还没有人洗呢。我呀，最烦洗碗了。哎呀，你快去吧，你妈妈都快回来了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你属什么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爸爸，明天过生日，买什么礼物好呢？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。停停停！我爸爸明天过生日，买什么礼物好呢？哎，你爸爸属什么的呀？我爸爸属龙的。我也属龙呀。哎，为什么不同年纪的人是一个属相呢？对呀。哎，我属牛。我属虎。我属鸡。那你属什么呀？我属猪。我们这些属相的习性又是些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我们还是问问您宁波吧。好啊。噼里啪啦咚咚锵，宁波波宁波波快快讲。宁波好。你们好。伯伯，我属虎，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虎吗？属虎呀，虎是大型猫科动物，毛色淡黄或棕黄，生有黑色横纹，头圆耳短，耳背为黑色，中央有一白斑深显著，四肢强壮有力，为粗长，具黑色环纹，尾端黑色，不是独居动物，一般都是单独活动。汪汪汪汪汪汪！别着急呀，一个一个问。你哪年出生的？我是2005年出生的，属鸡。哦，宁伯伯，你怎么知道我属鸡呢？我会算呀。哇，好厉害呀！鸡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，家鸡源出于野生的原鸡，其驯化历史至少约4000年。我国鸡的品种
上海浦东鸡，山东寿光鸡，辽宁庄河鸡，湖南桃源鸡，广东竹丝鸡等都很有名。谢谢林伯伯，林伯伯再见。哎，不如明天给你爸爸开一个 party 呀、啊。好呀好呀好呀，那我们现在就开收拾吧。好。出难题。春天到了，燕子从南方飞回来，一对燕子飞到一户农。格格，格格，格格，你怎么了？那自然课的李老师退休了，他明天不给我们来上课了。啊，李老师退休了？那谁给我们上课呢？是一个新来的小李老师。小李老师，要不明天出几道难题给小李老师捉弄一下吧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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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李老师来了我就肚子疼，小李老师来了我就趴着睡觉，小李老师来了我就乱吃东西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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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显得我们多没有知识，多没有文化，多没有教养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跟林伯伯说，就说我们想多学习一些有关动物的知识，让他给我们出几道难题，明天我们考考这个小李老师，把他给问倒。这个办法挺不错。对，噼里啪啦咚咚锵，林伯伯林伯伯快快讲。林伯伯好。你们好。林伯伯，你出几道难题考考我们呗。小调皮，怎么想起来让我考你们了？哎呀，林伯伯，您就别问了嘛，快点出题呗。好的，那我给你们出题啊。秃鹫在空中不动翅膀的飞行，是正在滑翔呢，还是翱翔？雏鸟啄壳是在蛋的粗的一端还是细的一端开一个圈出壳的？壁虎的眼睛可以闭合吗？小雨，这些问题的答案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格格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要不我们再呼叫一次林伯伯吧。好。噼里啪啦咚咚锵，林伯伯林伯伯快快讲。噼里啪啦咚咚锵，林伯伯林伯伯快快讲。噼里啪啦咚咚锵，林伯伯林伯伯快快讲。林伯伯呢？小雨，林伯伯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林伯伯是不是没听见呀？这是白忙活一场。哎，绿野寻踪提醒您，请注意森林防火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哦，再见喽。